哇，恰恰的声音。好，这边只有到250度啊。250度。这边可以到600度，比较高热。这边也加热。嗯。看，它是这个，是不是蛮快？像这种薄薄的，很快就熟了。我们刚刚放上去应该不到2分钟，它就有2分钟吗？1分钟不到。1分钟不到，所以它这个锅子的火力，我觉得是蛮够的。西瓜，看一下干贝宝贝们跟节瓜，可以吃了吗？应该可以的，我猜。干贝可以的。干贝应该可以的。好。因为我上次这样吃干贝的时候，爆炸好吃，就是这样弄完以后，然后直接吃。我要吃喽！呀，这样吗？这样讲吗？是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天气也是慢慢的变冷了，然后我们最近很常在家里吃烤肉，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们家非常使用到的，就是 Richmond 的 Twin Chef 的双厨折叠炉。首先就是一开始收到的时候就觉得，天啊，它的外观也太可爱了吧！然后我们选的话是绿色，它另外还有两个颜色，一个是白色，一个是粉色。然后它的这个手把部分是金属烤漆，整体设计呢，我觉得蛮喜欢的。最重要是它就是小小的，也不占空间。虽然放在你家里面也不会觉得说很丑什么的，收起来尺寸呢是30×29.5，那宽这边呢是14.5，但尺寸是比较小。我觉得不管是租屋啊，或是像现在就是大家都居住在比较小的空间，就是两个人比较小平处的话，它不会说很占位置。然后它打开之后呢，就是也这样子，像我们这种圆桌其实蛮小的，但是你放在桌上的话也不会觉得是个庞然大物。这边有双炉，那这边的话是黑金炉，黑金炉的话是1000瓦，然后可以最高加热到600度。那这边的话是电烤盘，500瓦可以到250度。那它除了这种平底的这个盘子之外呢，它另外还有一个是这种四格的圆烤盘，是我们所有的人做的。要进入我们正题，就是我现在肚子非常饿，我们来吃晚餐啦！哇，有小排，有小排，美妙的声音吗？比较厚的，我们来看它什么时候熟。现在是7:32，然后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它大概什么时间会熟。现在时间7:38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肉品的样子，有恰恰恰吗？有恰恰恰，恰恰了，哇、哦，恰恰恰，哇，30分，我刚试一下，大概是4241的时候，就大概是10分钟的时间。可以吃到好吃的 B， 好酥，好吃哎！大家可以去逛我市场找囧 C 的老黄老板买他的肉，他的肉是认真好吃的，好喝、啊，好吃的肉。我们谢谢囧 C 的黄老板出来开这么好吃的店，他说他是新开的店，大家有空可以去尝尝。有。小小的油，师傅，我们今天是要吃甜点吗？没错，我们要吃甜点，鸡蛋糕，用果汁机打吗？没错，用果汁机打的。我要吃巧克力口味的。巧克力口味吗？嗯，那个不是很苦吗？很苦啊，这一个放这里。苦的吗？苦的。好，它会自己融化吗？我猜它会。第一次做巧克力口味的。没错。第二个吗？放三个吗？一样放三个。好。师傅，那个蛋好像快熟了。对啊，然后再一次也是 Costco 的第三个口味。好，师傅可能要快一点，那可能感觉快好了。好，这个放一片就好。放一片。莓果奇亚籽。好，谢谢师傅。请问这个是红豆饼还是鸡蛋糕？这个是鸡蛋糕。哇，看起来有模有样哦。看起来不错吧？翻面。哇，老师傅烤焦了。好，转一下温度。师傅，你刚才在那边弄太久了，师傅。大家要注意的是，注意什么？师傅，它靠中间的温度比较烫，可以融化了。我看到了，那个有焦掉吗？还是那个也恰恰？这个也恰恰，这恰恰好合理
吗？这恰恰不合理吧。来，一二三，哦，这个可以哦。师傅，你这个卖相不好看哎。DIY 自制巧克力松饼，有吗？这巧好吃吗？看起来好吃哎。看出来这有虾子，不是啊。有做效果吗？没有。好啦，那结束了非常非常满足的一餐。那我觉得这个商品呢，就是除了自用之外，送礼是非常的适。我自己觉得自用的话，就是两个小情侣的话呢，在家里这样吃就有一种超级幸福的感觉。然后如果是有个小家庭，有个小孩子的话，像刚刚我们做那个松饼的部分，我觉得小孩子应该会蛮开心，而且就是可以在家里做这样子的亲子互动，就小朋友可以帮忙就是。做蛋糕啊，然后放巧克力啊，就是一件非常幸福跟甜蜜的一个周末的亲子习惯。那送人的话呢，我觉得它的外包装，它的外盒的部分呢，也是非常的有面子。所以送出去的话，我觉得从里到外都是一个非常适合送礼的入处小礼物。那收到人的话，打开应该会蛮开心，因为它的外形部分就是一个可爱小礼物。然后它双模又是一个实用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收到的人的话一定会非常的开心哦。那今天分享就到这边啦，那记得喜欢我朋友们帮我支持一下，按下订阅。那我们下回再见，大家拜拜。It's just out of sight. Am I all out of love? Am I thinking too much? Neck deep in the water. Still gotta move on.